亲子档性教育及格吗？平常有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吗？他有时候也会问我说，为什么男生每天都会翘起来？神奇啊！怎么回答？取出套之后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？好，你有看过吗？保险套。有啊。嘿，这谁拿给你看的？去饭店的时候很饿，然后你就去找饼干。真的有饼干的包装是保险套的，就把它吃了。而且草莓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打个班。